着油漆滚筒男子在透天厝工地顶楼进行防水相关工程，绰号阿辉谢姓男子遭同业爆料是涉嫌诈欺惯犯。OK， 不要当好我看我这情况。属性嘛，我是个民宿啊，伊就讲投资偌济，咱摕偌济嘛。我摕20万的现金给伊，结果人家先我走。被害人到警局报案，39岁谢姓男子擅长防火涂料工程，和被害人在工地搭讪认识，声称家中长辈接到工程案，若是一起投资买料雇工，完工后可获利40%。被害人网搜发现，的确有民宿在改装，心动给了20万元现金，谢姓男子拿钱失联。险向被害人扬称合伙投资工程，被害人故意有差，签立20余万元本票后，谢险便避不见面，被害人提出诈欺告诉。不止涉嫌招揽工程投资诈骗，来到北台湾建案工地也曾被爆料招揽工人施工没付款，从台南一路往北跨县市，涉及超过30条诈欺案件，不排除还有其他的犯罪记录。对诈欺加迄个伪造有价证券嘛，书记官当场甲我讲，你敢知影你这个同事身躯派31条诈欺甲切刀，31条。谢姓男子接连被爆料在工地专找同业行骗，受害者接力爆料喊话快出面，别再骗了。三立新闻王少勇、翁玉文台南报道。